的比赛，河池对战鸭王。河池目前也很被动了，他只剩下最后两个币了，鸭王还有四个币。怎么没有人用八神啊？因为他们现在还不知道用八神的时候。欢迎泰坦，欢迎酒鬼。今天晚上是攻守擂之战，鸭王作为攻擂者，河池作为守擂者。他去单发确认能量喷泉，超必杀技前小跳的一个飞踹。那现在鸭王草地鹰没有了，这个场地背景是在哪里？有人知道吗？来考考你，如果说你是拳皇的老粉丝啊，有人知道这个场地是在哪里吗？左边来自于河池，右边来自于鸭王。杭州啊，杭州不是吧，应该是广东。那场地是在摩纳哥啊。左边是河池，右边是鸭王，大门五郎是河池最后的希望，鸭王这边还有二级刀丸呢。果然是鸭王的绝对主力啊，反动三段踢打完之后，河池的血量，哎，河池赢了，拿下红丸，红丸后背一凉，直接啊，衣服领子被大门给他揉起来了。这是 F1 唯一一条街道赛道，对。现在看 F1 的就都知道啊，这条赛道非常有名的。那比赛是来自于鸭王对战河池，河池还有最后一个币了，擂主河池还有最后一个币。欢迎奥利给，奥利给，你灯塔没亮啊，兄弟啊，灯塔都灭了。左边河池，右边是鸭王。鸭王目前打了九个币了，剩下四个币。河池输了就剩老 K 了，就剩下福建 Q 啊，老 K。鸭王这个圣龙也是有点急到了，无脑圣龙出来了一个，武汉好圣龙害了鸭王。我们现在正在给大家直播的是拳皇九七这场高手局。河池玛丽下盘两点确认出玛丽台风，哇，越来越敢玩了。小跳中拳马上确认锤子剑，玛丽现在打的火力十度，鸭王现在中间给他折腾了，已经是接近了八个的伤害了，基本上，哎呦我去，没血了，越来越猛了。这个玛丽怎么就是吃了牛肉干了吗？九级高手让两千玩家打成鸭，鸭王可不是。纯粹两千玩家，鸭王，你对鸭王了解的还是不够多。鸭王九七玩的非常厉害的，第一红丸啊，鸭王全系列玩都很不错的。现在场面上，鸭王的大魔王是他最后的希望，老二这把挣下来了，要打一挑三，我感觉有希望。这种态势打鸭王一挑战没有需要，好，锤子剑给多，漂亮，用了玛丽丝血翻盘拿下了鸭王一挑战，给河池点个赞。欢迎游子征途超哥，欢迎林啊，欢迎真天真，欢迎大家聊直播间。这场对局是来自于拳皇九七攻守擂战，非常精彩，刚才看的是不是很刺激，朋友们？
何池用了一个马力一跳三，拿下了鸭王一个币，鸭王还有三个开币。何池现在是剩下最后一个币啊，他已经打了13个币了，鸭王打了9个币。接着威德他们选择的是小五枪啊，都是小五枪。回之落之后追加一个马力多，在板边才可以追加的。那这场对局马力在 AB 出来，选择一个背向。那现在河池的特瑞看来也是不行了。哇，这次局还能赢我就不信了。新秒钟他怎么能啊，真的是河池也放弃了，时间来不及了。牙王也是下了一层冷汗啊，毕竟他的血量也是剩不太多了，回血的话也回不太多，还剩下2个多的血量，各自剩下2000马力，下卡2点抽出木牙一个战青腿，现在墙边上这里，哎呦，前卫马上要确认回旋之落了。Round three。打的是不是也很激烈？欢迎空气上神朋友晚上好，这场对局中间战继续进行了。对于何池来说压力很大，他最后一个币了，鸭王这里还有3个币，你让鸭王怎么输？3个币啊，红丸到底是97第一二级套红丸。Thank you。 Round four Lady go。哦，何池还有2个币吗？我怎么记得还有1个币啊？我给他多扣了。那还好，那大家可以再多看1个币，是不是？何池还有2个币。我怎么记得是1个币呢？是我扣错了。咱们先给他搞成2个币吧。我也希望他能够多打一会儿，是不是？那现在何池打母狼准备要拼命了，最后一个人了。那对面还有一个满血打母狼的。就一个了，我记得也是一个了。刚才哪位兄弟说不是还有一个币吗？好，管他几个币吧，打完这个币如果说何池不上就对了。这个币如果说何池输了没有了，就是何池没有币了，还是我记得对了。好，还有机会。何池这里他手上的气比鸭王多一颗，但是血量比鸭王少。危险了，何池把气爆料准备给他拼命。蓝之山跑了，来了，恭喜鸭王拿下何池。